美丽，你今天穿的衣服真是美丽，美丽。俺听说你请俺吃西餐，俺特意借的衣服。哦，真的？你从哪儿弄的这个衣服？于卫哥那儿。俺上次拍照片的时候穿过这个衣服。你笑话俺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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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，我今天请你吃牛排，我教你怎么吃，好不好？俺知道，俺在书上学的。左手拿叉，右手拿刀。美丽真棒。俺还学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能出声音。真的？真的。就是，你看看旺发，喝粥的时候像说话一样。旺发是俺姐夫。当然当然，但是旁边的人没有把他当姐夫，对不对？所以吃饭说话，形象工程，没关系。行，以后啊，俺有啥做的不对，你就说俺，俺好改呀。好啊。美丽，来，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，你嫁给我了，就是我的人了。所以，明白吧？俺明白一点。明白，你懂啊？俺懂。那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累不累？刚刚我们一路上过来，很多人都在看你。要有自信啊，很漂亮的，在舞台上我们很多演员都穿成这个样子。紧张吗？你要带俺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